我可以报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我可以报什么？我不晓得是唱片公司报的，我去年是发翻唱专辑，就变成制作那个部分肯定应该是不会有，应该只有男演唱吧。但是因为是口水歌，又很难说。不过我们这一张的制作跟其实是很强大，跟后制后啊、不是说后制，就是幕后团队，因为现场录音就是技术执行，技术执行是非常，但是好像没有这个奖项之类，就是录音奖项。当然，因为我们是现场录音。没有开歌手本身也是没有问题。他刚一上车，司机播我们自己那张专辑，他就这谁唱的？怎么那么好听啊？然后大家就懒得理他。